干啥的？拉弦的。你是拉弦的啊？拉啥呀？他们伺候你吗？伺候我呀。伺候你的。那你不用，你不用拉了啊，你给我捏捏脚吧。不是你，你在这干多长时间了？六年。六年了？六年。一直没换过吗？没有啊。这整六年吗？整六年。你滚犊子，还停八个月呢。啊，那对，那不到六年。不到六年啊？不到了。那是你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？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拉的好呗，跟他没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你媳妇跟人家经理好。能不能重点一说话？那你说我为什么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？那是你媳妇跟经理好。错，人家经理媳妇跟我好。你哪的呀？跟你好。我咋的？你猜呢？我咋的？你现在不是？你现在身为咱们长春市刘老根大舞台乐队队长是你不？啊，是啊。我告诉你，队长啊，都是大伙捧出来的。就四哥现在就这个影响力，我捧谁当队长，谁马上就能当队长，你信不？不信。啊？不信。不信呗。我干啥？我信呢？那我下不来台呀。你还？找随便找。